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举行在即，4月10日金像奖曝光纪念特刊，其中包括候选最佳男女主的封面和独立造型照，有蔡卓妍的《非分熟女》，余香凝非同凡响，张静初、周润发、郭富城、无双、吴镇宇、逆流大叔、姜浩文、翠丝等大牌云集，封面照高端时尚，气质非凡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